哎呦我的妈，这么酸，给儿子吃。幼宝过来吃桃子。啊，来啦。这么酸，这桃子吃了柠檬吧。给爸爸吃，给爸爸吃。爸爸吃桃特别甜，我尝尝。这货吃了柠檬了吧，这么酸。哎，去赶紧扔了吧，扔了扔了，不剩。哎，疯了吧，怎么能扔呢？浪费是不可能的，那我就用桃子做个桃子，把这几个看似娇媚的桃子拿来，脱去外衣做桃子心部分。现在把桃肉切成小丁，上锅翻炒，这么酸，使劲加糖，再加一小杯红石榴糖浆，恢复它的粉色心。还需要挤半个柠檬调味，一直小火熬煮到粘稠，加5克吉利丁液，冷冻4小时以上。别闲着，现在做桃子肉部分，15克吉利丁片泡冰水中，80克白巧克力隔水融化，再降温到30度，倒入煮开的淡奶油，加入泡软的吉利丁片，再加200克淡奶油，60克桃子酱汁，全部和和均匀，冰箱冷藏一晚上。第二天打发桃子肉，打成这样，挤到桃子模具一半，冻好的桃子心切小块放进去，再注满，再冻4小时，取出后修整一下，底部插入竹签。现在做桃子外衣，500克白巧克力隔水融化，待温度降到45度左右，温柔的裹一层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？把300克砂糖、80克水煮到103度左右，关火加80克炼乳混合，10克吉利丁片混合，100克淡奶油混合，待温度降到45度，加入150克融化的白巧克力，最后加10克红石榴糖浆调色，过筛一遍，等待降温，待温度降到31度左右淋面，得加重颜色再淋一遍，最后筛个草莓粉。这个历时4天努力的分子蜜桃不负众望，闪亮登场。在它华丽的外表下，有颗比柔软的内心更加甜蜜的内心，一入口的满足，一切都值得。哇，幸福就是这么简单。如果你觉得你妈很闲，你就让她做这个。